一正式启动。市里委提交到位议员贵宾，共同为12月10号北台举办的沙仑这些生活这个系列活动进行着宣传。而市里委提表示讲，为了让囡仔了解到珍爱地球的重要性，快乐来学习的零科技的相关知识，市府开举办着沙仑这些生活节，希望借由着科普的时间，相关的游戏比较较轻松的方式，培养着囡仔的零这团的观念。沙仑的绿能智慧科技是怎么样来？好，我们觉得其实有必要来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朋友们大家介绍很清楚，所以现场不仅有这个科普科学普及简单的介绍这个绿能让小朋友都知道，还有许多来自电视上的歌姐儿童节目的歌姐都很欢迎大家可以带着大人带小孩一起来，所以度过一个快乐又有感性又有知性又能够有科普的这个周末。沙仑这些生活节以着新别这些魔法为主题，以着趣味的亲子活动为核心，打造着三个挑战区甲五个活动关卡，包括有地方创生做的东西，还有包括一些节能减碳的东西，还有包括一个资源永续的东西，这些都非常具有教育性，而且具有实用的意义。因此呢，我们欢迎大人小朋友带着一起来，能够在12月10日来到我们沙仑生活节绿色魔法日的活动。宜春团记者会当中，各参与单位嘛率先展出各种绿能研发技术甲产品。活动中间，各绿能冲锋车、甲风能旋风小跑车的 DIY 制作体验，相信会当予大人囡仔参加真欢喜。南投新闻台社企副蔡宏报道。